帮我吗？我先吹一个看一下。你可以讲阿公去帮你的。叔叔要帮两个忙。小叔要吹小乖哦，不是吹小乖啦，是吹小乖的。要吹气球。对一个哦，真的吗？你也要吗？小乖，吹气球，哇，怎么是这个？小叔的那个鼻涕怎么那么多啊？我要，哇！我要，是我妈妈买的气球，我要。那个是小叔的口水吗？不要，他会。哇！哇，那个是泡泡哎，哇，没了。不可以用力哦，要轻轻的。那怎么粘在你的手上啊？爸爸吹一个给你好不好？是啊。爸爸吹一个。我。哦。那个是什么球？也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这样闻，那个很臭。对。那个很臭，哇！看爸爸吹哦。哇，太大力了，哇，变成垃圾了。对啊，姐姐，肯放心，门关了就玩的，肯放心。龙振德。等一下，我再用电。叫小叔再帮你吹。